徐州恒辉出品的500系列环形吊装绳缆编织机，主要用于编织无接头的环形缆绳，编织材料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等复合材料。环形绳缆主要用于海洋风力叶片吊装工作。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绳缆强度是钢丝绳缆的15倍，且同直径同强度的情况下，重量仅为钢丝绳缆的1/10，大幅度减轻了吊具本身的重量，最大化的为海洋风力叶片的长度重量提供了上升空间。在海洋用绳索领域，尤其是石油平台的细薄绳缆，恒辉编织设备已经成功做到了直径430毫米、长度2000米无接头、额定负载2800吨。